虽是跟他的小宠物玩得有些相熟了，看着他们被送进锅里时，着实落了几滴泪，可是并没有妨碍他吃的时候大快朵颐，有滋有味，真香，真好吃。小组真心叹道，吃得太过欢快，鼻尖上冒出了些小汗滴。饭过三碗了还不愿罢休，韩光君却也没用家训去约束他，默默地又帮他盛了一碗饭，淋漓尽致。蓝湛，你从前学过厨艺吗？老祖也是吃得畅意，忍不住问道。并未。韩光君笑道，那你做菜怎么这样好吃？老祖奇道，咬了一大口肉，又喝了一小口酒，只觉得比神仙还快活。蓝湛，你真是做什么都这么厉害，简直就是天赋异禀吗？韩光君挑了挑眉，含了些其他的意味望了他，得意的笑笑。老祖的心无端的又跳了一跳，今夜似是又有危险了，不去想那些，先吃过瘾再说。那你有没有做过给叔父和兄长吃？老祖又问。从未，回答得很干脆。只有我跟星木吃过。是。老祖和小祖相视而笑，顿感幸福无比。阿爹，明日我们再走远些，看那大山的深处有些什么，好不好？星木一面吃得畅快，一面不忘安排明天。什么是食不言，竟忘了。孩子总是对大自然充满新奇与渴望。横竖有两位这样厉害的父亲和阿爹，他是什么也不需要害怕的。魏无羡正在同意，蓝忘机却向他轻轻摇了摇头。怎么了，蓝湛？魏无羡疑惑道。叔父叫我明日回去。蓝忘机淡淡道，老夫子已经叫人发了传讯牒来。啊！那两人不约而同发出失望的惊叹，玩得正尽兴，谁想回去？蓝忘机便有些不忍心了，假惺惺道：“魏婴，不若你带星木在此再玩两日。”“不必，你若回去，我们两个在这有什么意思？”魏无羡看出他的虚情假意，并没有上当，一家人当然是要在一起的。是的，父亲，还是等你下次有空了再带我们来玩呀。星木马上附和。好。蓝忘机答应了。想到明日就要离开这地方，三人均是十分不舍。吃完饭，在那黑幽幽的田埂上，就着清淡的月光散了会步，又陪着星木在房里闹腾了好一会儿，直到他睡了，二人才回了房。关于晚饭间提到双方共同关心且极有兴趣的有关韩光君的天赋异禀的问题，望见二人又连夜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切磋与研磨。韩光君身体力行地举行着许多例子，老祖重旁助攻，令韩光君的证据显得更加确实。这样也好，那样也好，韩光君怎样都是最好的。他的最好也只是在老祖而绽放。每一次两人都觉得是最后一次，都用尽全力去取悦讨好对方，而每一次都觉得需要以更多的一次来表达和加深彼此的诚意，絮絮叨叨不知疲倦地在房内纠缠到半夜才睡。汗水带走了两人所有的力气，直至虚脱。翌日清晨早起，简单收拾了下，三人便离了这小院子，踏上归程。虽只是短短两日，虽只是再简单不过的农家生活，却令人流连不已。说好以后只要有空便来此处玩耍。三人回到云深不知处，老夫子却也并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一来两日不见星木着实挂念，另一来
因为莱西城被禁足，也无心理事，他便希望蓝忘机能多在家照应着。新学的学生们既已散去，蓝氏自己家的弟子们已半休整了好几个月，老夫子便令即日起恢复自家弟子上课规律。只是苦了蓝忘机，没休息几日，又要开始教自家弟子们的课业及剑术等，还总有一些族内的事，思追解决不了的，也总要去问他。魏无羡很心疼，却也无法，家族的责任蓝忘机是避不了的，老夫子尚且健硕，蓝忘机又何谈归隐？只是这一来，两人想要远离尘世自由自在的愿望看来是遥遥无期了。这一日魏无羡无事，刚好蓝曦臣又写了信给江城，他便与蓝忘机商量亲自去给江城送信，另一来也可以看看小阿斯。蓝忘机无奈只得答应。魏无羡遇见来到云梦，江城在房内的桌前皱着眉，面前一本册子，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嘿，江城！魏无羡蹦了进去，拍拍他的肩。嗯。江城横了他一眼，闷声应道：整天苦着脸做什么？高兴点，来看看这是什么。魏无羡笑道，从怀中掏出信封，在手上晃着。给我！江城眼一亮，劈手便来抢。哎！魏无羡忙转身跳开。不要抢，不要抢，笑一下，笑笑我就给你。江城翻了个白眼，撅着脸不去理他。不想看呢？不看算了，我来看，我看看这上面写了些什么。魏无羡做事想展开信来看，江城还是不理他。调皮的人就是这样，你若是不理他便没辙了。哎，江城，你真是不经动，没意思，给你给你。魏无羡将信拍在桌上，江城立马便抓了过去。等等，江城，我跟你说啊，我想到一个让你跟泽无君能见上面的法子。魏无羡坐下。哦，什么法子？江城急切道。那你还对我摆臭脸不？魏无羡架起了二郎腿。切。江城不知道，但脸色却是缓和多了。你过来。魏无羡勾了勾小手指，江城便凑近了些。魏无羡笑着低声说了几句，江城抬头看了他，脸上满是喜色。怎样，你师兄的主意不错吧？魏无羡得意道。还好。江城违心的将白眼忍了下去，现在可不敢得罪他。那你也给我帮个忙怎样？魏无羡笑道。做什么？借点钱给我使使。借钱？有还吗？没有。魏无羡忍不住笑了，他从小就各种偷蒙拐骗江城的钱花，哪有还过的。干嘛找我借钱？你们蓝家还少得了你花的？蓝儿不是向来一副恨不得全部身家都奉献给你的样子吗？今日怎么倒找我借起钱来了？江城心道。自然是不少的，只是我眼下这笔花费不想让蓝湛知道。魏无羡摸摸鼻子。哦，你又想做什么恶？江城鄙夷道。哪有什么恶作，我有正事。切，你能有什么正事？你别管，横竖我有用处，你到底借还是不借？魏无羡笑道。江城没有回答，却向身边解下了一串钥匙扔在桌上。自己去取，最长的那根钥匙。自己取？去哪取啊？库房。难不成你现在连我们家的库房在哪边都找不到了？江城又是一记白眼。找当然是找得到的，只是你不陪我去，不怕我把你库房搬空了？滚！江城厌烦道。
他已经打开了信，正要看了。好嘞，滚就滚，我最会滚了。魏无羡拿了钥匙，喜滋滋的就要走。回来，江澄又道。做什么？魏无羡转了回来。江澄一把又夺过钥匙，问道，当日你跟兰儿到婚的时候，我送那些东西去给你，差不多掏空了云梦半副身家，你都花哪去了？啊，大婚时好像是有那么回事，只是我没用过，我忘了。魏无羡疑惑道。你没用过，那去哪了？江澄奇道。那么大笔财物，魏无羡的陪嫁物，照理姑苏来世之人是不可能动他的，也自是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的。一想到那笔巨产，魏无羡就耐不住了，他一面往外走，一面回首笑道，我先回去找找，找着了便罢，若是没找着，我还是要回来找你借的。说毕一面已经到了院中，江澄翻了个白眼，也不去理他，安安心心地看起信来。魏无羡心中有事，便速速地御了剑，又回了云深不知处，找了司追来，让他帮着想那些东西的事。司追略为思索，笑道，魏前辈，我也记得有此事，只是过去这许多年您一直没有提，只怕那些东西正放在某个无人记得的角落呢。嗯，正是，只是在哪处呢？魏无羡笑问。不急，我们找了管家来，一问便知。司追笑道，即刻便让人唤了管家来，将事情一说。管家侧头想想，笑道，魏前辈，宗主，依我看必是在库房放着呢。三人又一路去了库房，果然在库房的一个角落握着两个大箱子，却不正是印着云梦的家文。魏无羡大喜，走进前去打开箱子，一箱是银钱，金的银的都有，白花花黄灿灿的耀着眼，一箱却是些古董摆设等宝物，俱是价值不凡。魏无羡喜不自禁，笑眯眯道，这个江澄有时候也是挺大方的嘛。一面说着，一面在那宝物箱里仔细找了两件藏在袖中，三人又一同出来，并说定箱子仍是放在这里，等魏无羡要用时再由管家陪着来开库房门取。一时管家辞了自去，魏无羡将原先取出的两样东西交到司追手中，笑道，这是给雪儿的，和你将出生的孩子的。司追辞谢道，前辈，雪儿出生满月周岁等凡一日子，你和韩光君都备了礼送给他，不需再给他东西了。魏无羡得意笑道，阿愿，那是我跟韩光君一起给的，这个嘛是你献哥哥的私房钱给的，你懂吗？司追笑了笑，谢了。魏无羡又道，你好些收着，今日之事不必让韩光君知道。好，我不说。司追笑着应了。